健完身可得好好逮个帅哥犒劳一下自己。听说这个点吃饭都是大学生，走。哎，你今天还不错嘛。嗯，一个人。哎，你好，是不是坐错了？啊，坐错了吗？这不是06啊。不好意思。啊，没事没事。那个，你也是一个人吗？啊，对啊，我也是一个人。那要不我们一起？我刚好有那个大学生的优惠。啊，大学生吗？那你坐我旁边吧。啊，就对面有玩偶哎，你不坐我旁边，我想坐哪里？好，好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你一个人，那你室友吗？哦，我室友他们都出去约会了，就剩我自己一个人。约会啊？没事啊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。我脸上是有什么脏东西吗？没有，你皮肤好好啊，看起来像素颜又好像不是。我也经常拍摄，一般到这个点妆早就花了。那我告诉你个办法，你凑近一点吧。男女生共用啊，零负30美的20摩托车。你说慢点，这有点难。你好可爱啊。我帮你吧。哎，那个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明天？怎么了？哦，我那个优惠明天还可以用啊。哦，